Hello，大家好，我是小趴。5月6号的更新公告已经出来了，其中有一个部分特别引起了我们玩家的热烈的讨论，可以进行双人组队抄家，以及被抄的那个人会掉落物资，而且呢，他的庄园只会进行部分修复。看一下这次的更新，营地升级、巨兽再临、配件优化以及轻域行动。营地升级咱们就不看了，体验服大部分都已经看过了。巨兽再临，这一次呢，哥斯拉和金刚他们一起入侵明日大陆，在晚上南西市的时候，有可能这俩怪物会随时出现。同时，与哥斯拉还有金刚联动有关的那些武器的涂装，这一次也出来了。集训活动出了一个典藏时装，叫做星河恋曲，有一个每日首次5连半价合成，大家可以去抽取自己想要的装备。同时，打副本的时候，幸运之星可刷新宝箱，刷新后可在前后进行2选1。贝塔芯片配方，这是新的无人机芯片配方，有了这个配方就可以直接组无人机，根本不用模块。好的，咱们继续看配件掉落合成的优化，这是第一弹。现在我们打副本以后，如果你没有获得配件，就会获得对应接机随机数量的通用组件。你获得这些通用组件，可以去兑换枪口、握柄。枪口和握柄兑换总量有上限，然后其他的配件每日兑换数量有上限。同时合成配件可以进行定向保护。这一次呢，配件合成概率只提升了2、3阶的，1阶绿色配件现在也可以合成了。接下来就是新的副本熔岩迷窟和大剧院。哎，小趴猜的没错呀，这一次是真的出了7阶专属配件。这个熔岩迷窟采集等级到100级可以进行挑战，大剧院呢采集等级要到101级才能进行挑战。新天赋和新的庄园等级，100级新增了武器、护甲和护盾，同时呢，100级的地图莱温近郊也正式开放了。莱温近郊是10级资源的地图。同时还有一点要注意，就是21装的时候会解锁 R2 级无人机模块配方。之前比较猛的 R1 在 R2 面前估计也就是个弟弟。下面就是这一次看到更新公告后讨论最激烈的地方，动荡之城优化。6装以后呢，可以进行家园安全性模拟合约的签约。签约之后呢，你的储物柜被击破时会损失部分资源，同时庄园被攻击后只进行部分修复。也就是说，你签了这个合约，你家被抄了，柜子的东西会掉，然后呢，然后你家你还得自己修。同时，庄园合并成大型家园以及别墅区将会额外享有双人一同前往动荡之城的优惠，有可能人家两个人一起过来打你。哎，这波操作牛皮啊！现在可以随身制作无人机，不需要模块，但是呢，你想要模块的话也可以加。加了模块以后呢，属性就会提升。它这样一搞，低等级的模块恐怕从此就没有市场了。全新贝塔芯片，以前的所有芯片都叫做阿尔法芯片，然后现在出了一个贝塔芯片，叫做盾甲金牛。贝塔芯片可以干嘛呢？它可以直接组装成无人机，可以将贝塔芯片安装在之前的阿尔法类型的无人机上。哇，牛皮啦，牛皮啦！阿尔法类型的无人机可以继承贝塔芯片的部分技能和特技，并叠加芯片的耐久值。不得不说，这次更新大部分内容还是非常值得点赞的。但是这个抄家有利有弊，还需要我们玩家一起去体验之后再来进行适当的评价。好的，你们对这次更新怎么看呢？我是小趴，咱们下期再见，拜拜。